了鹰头手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国王，心想终于有人能和我们火焰花女王组 CP 了，没想到这货居然是羽毛球运动员，深藏不露啊，深藏不露。咋的，打羽毛球不能娶女王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羽毛球可是 PVC 里最厉害的，别人也不会打啊。在僵尸离我三格以外，我是一个普通的投手，我的羽毛球会在僵尸的头上。牛啊牛啊，僵尸靠近我三格以内就会触发我的技能扣杀。哇塞，很帅啊。帅吧，但不止帅，最最最重要的是扣杀技能能秒杀生命值低于总生命值40%的僵尸。但问题的关键是我没有机会秒杀他，一般般吧，也叫哼，笨逼。谁笨逼？我笨逼。我应该告诉你，我其实比较适合打辅助的。怎么说？配合原始豌豆我就是最屌的啊，不对，我们两个就是最屌的，证明给我看呗。上十阶巨人僵尸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算了，为了节约时间还是上四阶巨人僵尸吧。行行行，为什么说我是辅助呢？其实我最完美的队友是用毒的这两位。我没有。知道你没有，所以就用圆弯吧。十阶僵尸很难打吧，血量很多吧，但我能比其他植物更快速的击杀它，就是因为我的扣杀能秒杀生命值低于总生命值40%的僵尸，所以你懂我意思吧。赌鹰投手永远的神。